刚才吹的这首曲子呢，是《绿岛小夜曲》，它是由周兰萍作曲的。口琴独奏曲是由陈明德先生编配的。陈先生在这首曲子里采用了八度和音、手正音、大小伴奏、空气伴奏、分解和音等复音口琴的传统吹奏技巧，希望你能喜欢。谢谢收看。